幸福校园计划协助清寒家庭改善孩子求学路。徐兰娥沙登慈济共修处举办温馨家聚，在聚会上，家长彼此分享与鼓励，表达感恩。Selepas terima bantuan daripada sucinya, saya banyak perubahan daripada keluarga saya. Saya banyak membantu di kewangan apa menjadi tahap pembelajaran dia pun meningkat. Oh, perasaan meningkat. Wah, best lah.现在啊，实际有帮忙一下，我们好像也容易就要这个费用减轻一点了。一颗号码罢了，然后两片叶子，下面。是的，是。看见没有？有耳朵嘞，小丑有耳朵了。你把这个。好了，举手。打横。志工也安排了互动游戏，透过背对背的作画拉近亲子关系。刚才他给你指示的时候，你觉得妈妈有跟着你的指示去画吗？有。画得像不像？比我的像就对了。透过这个活动的环节，就让他们请知道呢，其实在我们这个日常生活中呢，当一个问题出现时候，不只是爸爸妈妈或孩子啊，问题出现时候呢，就是一定要好好的坐下来啊，一起来讲出身在所面对问题，而不是只是单方面只是带过这样随便讲的。亲子关系更好，有幸福相伴，学生的上学之路也会更安心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许国进马来西亚报道。